大家好，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命理右边忌高。在风水里面，我们的右边呢，它是怕高的，所以呢，你要知道说，像你的办公桌或者是你的床铺，你躺下去的时候，你的右边或者你坐着在办公的时候，你的右边这边不要让它很高，一旦它高起来了，它会形成高压，在无形当中会对你造成了所谓的压力，所以你要知道说，你的办公桌在摆设的时候，你就把它左边文件摆高一点，变成左高右低的这种现象。你的床铺，你躺在上面的时候，一样，你的右边不要去摆一些高大的柜子，对你睡觉产生压力。所以这个就是呢，右边忌高。但是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，该怎么办？你就直接把你的床或者是把你的桌子直接靠到右边，直接靠上去，这个它就不会有忌高的问题。所以当你没办法避免的时候，你就直接靠上去，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。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，有空帮老师点个赞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